你是第一个美女挑战凄凉的，没有一个男生敢像你这么挑战的。哇，真的是吧？我已经服了，服了，非常的服。Hello，我是秋婷，你们天天催我来挑战那个螺蛳粉儿，看。来了来了，我来了，走，看一下他这个挑战的一个规则。女生最低3两，3两肯定不够我吃的。挑战你要挑战3两还是？然后你这边女生最多吃了几两？我们这边最多啊。女生最多。女的也挑战7两是吧？最多是7两。6两成功。7两没能成功是吧？那我挑战7两。你今天晚上你想挑战7两？你确定？确定。这个是今天的第一号挑战的小姐姐，她挑战3两。这个是2号，我是3号。我们今天挑战的都是女同胞，我们加油！1号小姐姐开始了，我待会可能也要被这么围观。第二个小姐姐也挑战成功了，前面2个都挑战成功了，我要加油了，压力到我这儿了。没有，美女是你吃7两吗？你吃7两呀？我看见你这么瘦。知道自助餐都拉黑了。不要紧，这个是开心哦。你吃不了就放下筷子，就是付钱就可以了。吃不了，我给你付钱，给你解盘子，没有问题。锅里的就是我的了。我吃过饭了，已经。这青菜太多了。阿姨是在煮我的吗？今天就是煮你的。好。7个1两啊。是的。这1碗是1两是吧？1碗1两。好。7碗就是7两啊。好。这个是我的盘，这是个盘子哦，镇店之宝。好，镇店之宝拿出来了。2、4、6、7啊。对，七。一。啊，看着啊。2、3。你们帮他数啊。4、5。5、6。七七七，真的是7两，真的是7两啊。阿姨，这个是几两啊？这个是7两哦，这是我们挑战几个月来第一个美女吃这么多，第一个7两，第一次，你们看看啊。美女挑战的呀，这一大盆啊。是的，是这个美女是陈倩。哎，祝你挑战成功。担得起吗？谢谢阿姨。哎，你第一次来就挑战7两啊？试一下嘛。那你如果身强，我有点担心喽。不用担心，阿姨。我们挑战几个月来到现在哦。你是第一个美女挑战7两的，没有一个男生敢像你这么挑战的。应该不胖了。阿姨，她才80多斤吧？我比她还重哦。我都有98斤，她就是80斤。可以开始了，阿姨。可以开始了是吗？开始吧。开始，加油，美女！好。有一点失望。是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合你的口味就好。要不要淘那个头发起来？要吗？有那个头套吗？我帮你找一个啊。谢谢。我只有这个啊，你暂时哭一下好吗？免得看见你。你们开瘦脸了吗？你都那么瘦了，还需要这个东西吗？反正吃得完就得了哦。不吃得完就放下筷子投降就可以了，不要紧的啊。有水能喝吗？水能喝。你想喝你就喝嘞。要水吗？这个是中辣，来，美女可以。比昨天晚上那个还猛哦。是吗？对。昨天晚上那个没有这个猛。不要说话，后面不要说话，我们录到。可能要吃15分钟吧。还要等着你发呢，我跟你讲。能吃完不错了。可能要吃15分钟，因为他7两，有信心吗？他说要，本来我想给他3两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他说要。女生都是3两起步的，还没见过你来搞7两。我还没拿之前，我先问他先。看来云南的不好做。不要紧，只要他开心就好。不饭我要吃肉肉，肉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。你别嫌我太重，要嫌我太瘦，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。我不
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。我喜欢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感受，我不用想太多，走在你身后，拥有幸福浪漫。他越来越大口了也。那那个就可以大口。前面三分就是磨合吗？刚刚对，刚刚就是稍微磨合一下。越吃越快了啊、哦！现在上高速了，太猛了！哎呦，就点辣不辣？还可以，有猪人真能吃辣。不烦，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。你别嫌我太重，要嫌我太瘦。把那个挑战时间的冲一下。挑战完这个，你还要再挑战另外一个。看情况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女孩子最高之前就吃过六两的，没有吃过七两。吃个六两的她已经失败了，这个时候，嗯，没有她这么吃得的，是第一个，也是她第一个吃七两的，开始就吃七两，男孩子都没有她这么。阿姨可以去准备螺蛳粉了。没问题，我们这里有，放心。你拿不动，帮你寄回去。秋婷，气箱能不能分我一箱？你有这么多个助理，一个拿两箱都拿走。85斤的妹子吃七两都不够，还要加一两吧？阿姨她说，她说要加三两，加三两去啊？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加三两就一斤了，我阿姨。这个是第一个挑战，等会还要再挑战一个。还有一个是谁呀、啊？也是她。她要挑战个极速版的。极速版的是二两，可以可以，厉害厉害，真的是厉害。太猛了，是吧？按红色号键暂停就可以了。谁的蚂蚁还是？你拿一下看还有吗？拿一下看还有没有？你自己拿一下。没了没了没有了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可以了，你自己按。按红色那个。11分钟，11分51秒，恭喜恭喜！厉害，真的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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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是这个美女，真的是牛逼。两斤了啊！还来个三两吗？明天再继续吧。明天挑战一斤，可以吗？明天可以挑战二两的，二两四分钟之内就算成功。对，这个二两，二两挑战四分钟。加个卤蛋的不？加个卤蛋，四分钟。再吃完，尝试一下吧，休息一下。还尝试一下吗？嗯，那就来。需要休息吗？大家一煮完就算休息了。对，睡一下吧。哇，二两，厉害！去散一下步吧。没事，没事。要个激素。不散步吗？不散了。那好吧。心领这里奖金好吗？美女，恭喜你挑战成功，11分51秒，七两的第一个美女，恭喜你，开心吗？开心。还继续挑战一个激素版是吗？对，好的。好的。美女，赢那么多螺蛳粉，你搬得回去吗？搬不回去也得搬。七两的那个挑战我已经成功了，七箱螺蛳粉已经到手了，然后我还没吃饱，所以再挑战一下这个极速嗦粉，二两还是可以的。美女不是刚吃完七两吗？挑战一下嘛，没吃饱。没吃饱？啊。七两没吃饱啊？嗯。阿姨她吃完七两又要挑战个二两。是啊，我真是服了这个美女，吃完七两还要来个极速版，一分钟。一分钟吃完是三箱，两分钟吃完是两箱啊。好。三分钟吃完是一箱，四分钟吃完是美单，啊。四分钟吃不完，就是付钱结满啊。好。秋天别人是来挑战的，你是来进货的呀。我也不知道，他就是进货。你看，这是真正
实实在在的七箱七满的哟、哦，七两。阿姨，这今天是不是白干了？白干就白干，无所谓，只要你们开心就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阿姨按了是吧？阿姨来吧，开始加油。这个没录啊，这个。争取拿两箱哦，美女。嗯。这个是极速版的吧，美女要加快一点进度哦。20秒了啊。不烦，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。你别嫌我太重，要嫌我太瘦，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。我不烦，我要吃肉肉。吃的都不一定吃得快哦。是啊，毕竟女孩子这么瘦的女孩子嘴巴小呀。可以啦，不错啦，也很厉害了。非常的厉害，不是很厉害？非常厉害。嗯。嚼完了吗，美女 ？OK。哇，真的是棒！我已经服了，服了，非常的服。我为什么每次都差那么一点儿？16秒。哇，恭喜！哎呀，阿姨，恭喜，五体投地哦，阿姨哦。拿粉。大家拿粉。再拿一箱。一箱。一起八箱，还要喝一瓶饮料，就你几分饱啦？7-8成吧。啊？再来个3两都还可以哦。美女，恭喜你，极速版的2分16秒挑战成功，得一箱啊！谢谢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哎呦，今晚都睡不着觉了，抱着他睡吧。是吗？抱着他睡吗？拿好，你拿铺着睡都可以了。一共得了几箱而已？得了8箱啊。8箱啊？是啊，一箱极速版，7箱是7两的。第一次吧。4×8=32，320了吧？三百二就三百二，开心就好。阿姨破费了。不要紧。来进货了，后备箱都放不下了。哇，你要吃完了，胖哥可以按停了。哇，6分40秒，7分钟不到哦，很快吃完。哇，真的七分钟不到吃完7两，再加一个炸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婷，大家别催了，胖哥的次方我又来进货了，今天还带了两个选手。现在全靠你了哈，进货，你俩冲锋陷阵，我垫后冲。超哥你先来哦。啊，我先来。那你加油。我先把他棒子放倒。好、加油。哇。吃饭。超哥阵完了。看熊二。超哥失败了，你要加油。看好你。耶。熊二成功了。还记不记得他上次挑战我的5两粉说没吃饱，今天来挑战7两是吧？OK， 规则都懂了，直接来，1两啊！哎呦，美女这么苗条，吃得完吗？3两，吃不饱哦。4两，5两，6两，7两。我一家子都吃不完这么多，你一个人给干了。你结婚没有？没有。找不找？你要夹芹菜吗？可以呀、啊，那就不夹啊、哦。那好，夹不夹菜？人家长得漂亮。那牛哥都煮好了，默默的又抬回去了。黑菜都要吧？不夹青菜，加个炸弹吧，美女。你想加什么都可以，无伤性。那给他加个炸弹吧，要加吗？来一个吧，来一个，一个是吧？一摞，这个比我漂亮。来，打酱，还要加肉吗？不用了，大哥。啊、这一盆真的，我一家人都吃不完哦。我刚刚说了，我一家人真吃不完。
你太厉害了。再加一点点辣椒吧，这个是微辣呀。这样不好吃啊。要经过人家同意可以加吗？哇，这还够不够？应该够了。一个人吃啊？他一个人就是小女生。他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：女生吃七两是多少钱？我重新给你捋一遍啊。我们女生挑战呢是三两开始，三两吃完就是三箱，吃完四两就是五箱，五两就是七箱，六两是十箱，七两你吃完就是给你十五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哇，十五箱。胖哥，你知道为啥我来挑战吗？为啥？我其实每次来你们门口都想去买一碗吃的，但每次都要排队。我想着又不排队又能很快吃到的方法就来挑战。没有，你这钱赚不着还要让我来占便宜，就排队人太多了，每次都排队。没有办法，有时候我吃的话我都要排队，我都要等。上次来拿了多少箱啊？十箱十箱吃完了没有？吃完了，分完了。分完了。送人送我，他们都说很好吃。你自己吃了没有？我都送人了，所以我自己来进一点吃吧。啊，你一包都没吃？全送人了。所以又来进货了。我是真高低得自己吃一点。对，他们都说好吃，我得尝尝呀，高低得尝尝。他们想要这个画面好看一点。鸡肉哥也是真的吃的。第一次进还蹲着吃。我记得你也是湖南的是吗？我云南的。云南的啊。要倒计时啊，哈、哦！美女说要倒计时哦。三十分钟啊，这里。拿上来是吗？啊，是是是，清零。咱们今天在这吃粉的时候不要说话。这么好。来吧。开始了啊！好，开始。我感觉他应该十分钟能吃完。我觉得会超过十分钟。如果十分钟吃完，我多给他一箱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接下来会面临什么。等等我，如果他在十分钟以内吃完，你去我直播间多下单一箱给他。好。如果十分钟之内吃不完。你去我直播间下一单。我干嘛要讲这个？胖子，这个七两是吧？对，七两，七百一两的。哇，第一个女生挑战七两螺蛳粉哦，没有哪个人能成功的。而且还是这么漂亮、身材这么好的女生。待会儿脸红了，人家还以为辣的呢。云南人都很能吃辣的呀。坐着吧，没事，我还能坚持。你吃那么多，你父母知道吗？那肯定知道呀，知道啊。不然在家怎么吃？你男朋友会不会嫌弃你吃那么多啊？你觉得我还能找着吗？我觉得可以的。上次我吃顿饭都吓跑了。养不起你是吧？像上次来是不是吃不饱？我去吃了个夜宵。这次还要吃夜宵吗？那还要去。美女，你现在加速是要挑战十分钟能吃完吗？多一箱是一箱嘛。我觉得围观的朋友们都不相信他能吃完这一盆吧。不相信。你们要不要都加个码呀？都给我加一下。都要加一个码是吧？那就要缩短时间了哦，加码。我十分钟了还要缩，你要缩到哪去？哎，两分半不到，我感觉他吃了一半了。哇。胖哥不行，不要勉强。其实我也不是为了粉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你就想来给他再上一课是吧？不，胖子对你也太好了吧，都不加青菜。好。现在不要跟我讲话，我现在坚持不下吃，在我腿上。你要坚持到他吃完吗，胖子？那我吃快一点。没事，你慢慢吃，我还能顶得住。
估计他实在不行，我就直接给你跪了，来跪一个去。别这么客气。你是怎么能做到吃粉那么斯文又那么快？天天那么训练出来的，天天都那么强。哇，厉不厉害，阿弟？厉害。这一盆你给你吃，你多久能吃完？这吃你两天的伙食吗？哎呦，才3分钟哦，感觉要快完了，这也太……你慢慢来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还顶得住。老板，你给我跪一下，我受不起。他哪是担心你啊，胖子，他是为了多拿一箱粉好吗？现在才3分50秒啊，不着急。哇，真的太快了！哎呦，我没有快进哦，真的是。看你他粉没了呀。还是有的。你是不是饿了一个星期才过来的呀？一顿没落下。就最起码饿一年嘛。7两，4分钟就能吃完了，这里哇、哦，厉害！我还多了。那就嚼两口就吞了，这也太夸张了。我一会儿好想看看他肚子有没有鼓起来，这么一大盆吃进去。我想问的是，你吃这碗螺蛳粉不怕辣吗？也不怕烫吗？烫有一点点辣，汉哥快不行了，我加油。没事啊，我没事，我顶得住的。胖子，你看前4分多钟，5分钟，不就蹲个5分钟啊？哦、美女，你也太贴心了，为了他能快点坐下来。以前我们军训，这种蹲姿都是蹲个半个小时的。你看胖子，他为了你加速了。哇，感觉他7分钟就吃完了，1分钟1两。突然感觉男人都是小扒菜。不到6分钟，其实已经算完了，他额外加了一个炸弹，是吧？对啊，哇，早知道不加这个炸弹了。好厉害！我们这招牌炸弹，我得试一下。你不会一口就把炸弹吃了吧？也没那么夸张。真的是眨眼间，这粉就不见了。我想，算了，不见了。你过一个吗？你收这个粉的时候，你有嚼吗？还是直接吞下去？嚼啊！嚼还能吃那么快？美女，看一下你底下有没有装漏斗的东西啊？哦，好像也没有哦。这么多人，那么公共场合不太雅观吧？不，人怎么漏斗？你要装看的话是盆子啊，你把盆子给端起来看一下。哇！太厉害了！哇，真的7分钟啊，加个炸弹，7两粉7分钟还加一个炸弹。哎呦！刚才谁说要加多加一箱啊？杨老师，这必须加！哇，这太厉害了，真的。输的辛苦仿佛是吧？对，真的。我太佩服他了。幸亏我没有加码，哎呀！哇，你看吃完了，胖哥可以按停了。哇，6分40秒，7分钟不到哦。很快吃完，哇，真的七分钟不到吃完7两，再加一个炸弹，来重，来喝口汤，胖子都顶不住了。哇，平身，他叫你平身。辛苦了。没事。哇，美女你太厉害了，真的，你那个有没有中7两啊？太厉害了。给我缓一下，去拿粉，16箱。7两16箱哎，15箱，还有一箱是我的，装不下了，这就是16箱，辛苦了。没事，我很久没运动了，偶尔运动一下。哇，美女你太厉害了，你吃那么快，真的厉害。我感觉你比肌肉哥还厉害。女生里面她吃的是最快的了，啊，是吧？对，龙卷风，对，龙卷风了不行啊，叫龙卷风来，现在龙卷风不行啊，龙卷风只是吃的大口，但是快的话其实真没他的快，吃的又有食欲，而且他还加辣哎，
美女下次还来吗？下次还来吗？可以来，可以来。十六箱，十六箱，对。真的是来劲过呀，这一把破费了，破费了。不是，你等我缓一下，我再站起来。这边能量我再伸一下腿。这边能量我就伸，伸给我缓一下。不要拆吧。拆不拆都行啊，拆不拆都行啊，这个真的就不拆了啊，来，恭喜秋田挑战七两螺蛳粉挑战成功，然后呢就是十五箱，然后我们额外十分钟以内吃完又多加了一箱，十六箱啊，好厉害，真的，来，恭喜你挑战成功，欢迎欢迎你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我什么不多，螺蛳粉多，你不用跟我客气。我偷偷问一下，你的底薪是吃多少？你如果真的能吃饱的话，你吃多少两个？一斤往上吗？还可以吗？一斤往上可以挑战，那一斤绝对。一斤绝对没问题，那下次来就等你这一斤，好不好？好。一斤多少箱？来了再说，今天不敢说，不敢想。感觉秋婷看到那个螺蛳粉就是饿了呀。挑战成功了，赢了十六箱，十六箱。Oh my